生长，化作满天星光，为你相思断。这是老师送我的。那块水晶你拿走吧。这人认识老师。哥，这水晶到底是什么东西？这是发晶，你看。一旦发晶摄入人体，除非使用特殊手段，否则就只能将整块蜷缩的晶肉一起割掉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武器是否恶毒并不是武器本身决定的，而是由使用它的人来决定。会吧，这也能叫魂师学院？我们史莱克学院的含义就是怪物学院，我们这里只收怪物，不收普通人。老师，我们两个报名。兔子，而你的竟然是蓝银草。蓝银草也能修炼得这么快，我这算不算是怪物呢？你们在这里进行第二项考试，老师会告诉你们怎么做。我还要出去看看。哎，卖香肠，卖香肠嘞！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奥斯卡牌香肠，味美香甜，实惠量足。噔，来一根。好啊，你先去排队。我去给你买。嗯。瞧一瞧，看一看，奥斯卡牌香肠。来根香肠吗？奥斯卡牌香肠，童叟无欺。一根香肠只要五个铜魂币。大叔，麻烦您给我两根。你叫我什么？我叫您大叔啊，有问题吗？当然有问题，问题还很大。兄弟，我还这么年轻，你竟然叫我大叔。你很年轻吗？当然，我就是学院学员。你问谁都知道我还是个在校生。在校生不是吗？一个年纪轻轻的少年，胡子居然能长到这种程度，也算是一朵奇葩了。拿、给。学长，真不好意思，刚才是我失礼了。没关系，以后多多光临我的香肠专卖就好了。没问题。唐三，你在干什么？戴老大，要不要来根香肠？去死！你真给学校丢人！我好像不止一次警告过你，不要在学院里面卖香肠。你是想让所有人都呕吐吗？唐三，这香肠不能吃。为什么？瞧，弄根新的香肠出来。戴老大，不用了吧？怎么说我们也是同窗几年了，你这样会让新来的小学弟对我有怨念的。哼，我只是给唐三提个醒，唐三是我兄弟，可不能上你的当。快点，别让我动手。啊，好。超级恢复大香肠。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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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等
我这也是没办法，食物器武魂在使用的时候想让食物发生变化，就必须要配以不同的魂咒。 我这句话是咒语，不是我想喊的。不过你放心，香肠品质是绝无问题的。你的香肠还是留给你自己吃吧，戴大哥，谢谢你提醒。唉，可怜我这么美味的香肠居然没人吃。哼，你给我小心一点，卖香肠到学院外面去卖。嗯？啊，我的香肠呢？哼，无聊。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难道那香肠不好吃？你们这些男生真是坏死了，怎么会有这么奇怪的武魂？我们这里就是怪物学院，武魂自然是千奇百怪了。你们别看奥斯卡这样，他的武魂可是极品食物系武魂哦。极品，毕竟他提供的是肉食，以后你们就会知道了。哦，对了，他在学院有个绰号。嗯哼，大香肠叔叔。走吧，我带你们通过考试去，不用排队了。这样不好吧？放心，我可不是徇私，这是你们应得的待遇。我们直接去第四关。这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他们可以免试进入第四关考试，我们却要一关关的通过？如果你的魂力也超过25级，尽管直接去第四关。什么？你是说他们的魂力有25级以上？这不可能，我们都一样大，怎么会有那么高的魂力出现？对啊，一定是假的。哼，自己不行，不要以为别人也不行。我进入学院的时候，魂力就是25级。唐三，给他们看看你的魂力。怎么样？两个29级，一个26，一个27。你们还有意见吗？现在只有三个学员。是啊，算上我一共只有三个。整个斗罗大陆我们应该是唯一一个老师比学员还多的学院。学院成立20年，一共也就只招收了42名学员啊。平均下来每年似乎也就2个多一点呢。那你们学院靠什么生存？没有生源就应该没有收入吧。否则你以为学院为什么会在这么个小村子里？就是因为缺乏资金，如果不是我家里还赞助了一些，恐怕学院去年就关门了。今年要是再招不到人，我们在读的三个人就将是史莱克学院最后一批学员。为什么学院不放松入学考试的要求呢？我看报名的人不算少啊。
院长大人说过，宁缺毋滥，哪怕是史莱克学院关门，也绝不收废物，只要怪物。想不想知道学院的毕业条件是什么？是什么？20岁前，魂力超过40级，达到魂宗的程度，才允许毕业。超过40级？对，超过40级。学院创办至今，只有14人毕业。这14人离开学院之后，无一不是举世瞩目的人物。其中最出色的一位，现在已经是武魂殿中最年轻的长老，权威仅次于教皇。其余那些无法毕业的，有些是因为无法在20岁之前完成40级修炼，有些则是在猎杀魂兽时不幸身亡。院长大人说过，不够41级，就不要出去给他丢人。我很庆幸能够来到这里。巴拉克王国王室原本打算要赞助学院，但却要求学院毕业的学员必须向王室效忠，被院长大人直接拒绝了。我们史莱克学院又与其他学院格格不入，深受排挤，所以才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。这间学院的院长到底是怎样的人？到了，赵老师，我带人来进行第4关考核了。今年又来第4关的了，竟然还是4个。他们4个可都是免除了第2、3关测试的。25级，不错不错，看来今年的小怪物不少嘛。我叫赵无极，既然你们4个都是免测通过2、3关，那我就亲自陪你们玩玩。给你们一炷香的时间相互了解商讨，一炷香之后，你们联手抵挡我的攻击。一炷香，只要有一个人能够坚持到最后，都算你们过关。不过我这最后一关的考验可不是那么容易通过的。赵老师，这不太好吧？有什么不好的？院长不在，学院里我最大，说好就是好。老师，不用说了，趁这一炷香时间，你把我的实力特点跟他们好好说说。我希望你们明白，不要试图取巧，没有人能够用速度逃离我的攻击范围。同时我也可以提醒你们，凭借一己之力也不可能挡住我的攻击，相互协调配合是你们唯一成功的机会。没想到赵老师他竟要亲自出手。这位赵老师和门口那位老师一样，也是一位魂帝级别的强者。不是的。那就不怕，怎么说我们4个也都是接近30级的实力，4打1，顶过一炷香时间应该不算太难的。你先别着急开心，我还没说完呢。赵老师不是魂帝，但他是魂圣。76级兽魂战魂圣，在学院里赵老师的实力仅次于院长。76级？76级魂圣？老师曾说过，魂圣那是能在万人大军中
纵横自如的存在。他有76级，可他的年纪看上去比门口那位老师要小很多。年龄？年龄从来都不能代表问题。时间不多了，我简单的告诉你们赵老师擅长的能力，然后你们必须立刻决定出针对他的战术，否则别说是一炷香，恐怕你们连他的第一波攻击都顶不住。嗯，原本赵老师只是负责第四关的监考，你们的对手应该是我，只要能够在我手上撑过一炷香的时间就算通过了。可谁知道今天他哪根弦不对，竟然要亲自出手。赵老师的武魂是大力金刚熊，是一种强烈兽武魂，全身毫无破绽，防御力极其恐怖，哪怕是和他等级相同的魂师也很难对他造成伤害。毫无破绽，原本速度是赵老师的弱点，但因为你们之间魂力差距巨大，这个弱点也就毫无利用价值了。在学院里，赵老师有个绰号，不动明王。快来扫这个二维码吧，关注斗罗大陆动画官方微信，第一时间获取斗罗大陆最新幕后消息，见证史莱克七怪的诞生。记得开通腾讯视频 VIP 哦，给我们多多支持，并且可以多看一集哦。宁荣荣负责辅助我们三个。嗯，小五主攻。嗯，我负责控制赵老师的攻击。朱竹清，麻烦你从侧翼牵制。这小娃娃竟然让老子感到一丝不安。